操！你看路上面摔的都是人，别等一会儿，一个雷咔嚓一下到我头上来了，我他妈这辈子就完了。我是100次挑战，才挑战了8次呢，我要一定要有命活到100次。走起来。下面排队都蹲下来了，那没有办法。没事，有雷电，我举着手。帮你全体往下走，帮你们避雷啊！我帮你们避雷，我把手举起来。对，走起来，前面的美女，走起来，往下走啊！朋友们，现在、让你走，你别喊别人了，你前面都空了。上风筝引雷电嘛。快走！再见，完全卡死了。走起来！他嘴瓢，主播好，你好。雷电预警，30分钟之内会打雷，所以我们现在撤离了哈。现在如果说正在排队的，现在也不用排了哈。本人欲引，实名举报湖南省浏阳市公安民警陈帅帅。他刑讯逼供我老公以后，得意洋洋地说他家很有钱，他的父母给了他很多钱让他穿这身黑皮。为了获取不真实的口供，他对我老公文某暴力殴打，强拉韧带，逼迫吞食呕吐物，用我的安全去和文某做交易，把文某弄到晕厥之后再弄醒，再继续折磨。我和文某控告他1年多，去年打击报复文某，对文某进行再次抓捕。就在昨天，打击报复我的外公和我的父亲，在没有任何手续文书的情况下，抓走我70多岁的外公和父亲，给他们采集指纹、血样、瞳孔等等。请问他们犯了什么法？你要带他们去录犯罪嫌疑人录的信息。请问他们犯了什么法？你要边刷着我举报你的视频，边对我父亲做虚假的笔录。我父亲没有说的话，你给他写上去，让他签字。请问他们犯了什么法？你关他们8个多小时，出来还不让他们取走随身物品，说被没收了。陈帅帅利用公权力打击报复举报人，恳请有关部门彻查，清理陈帅帅这个害群之马。我住了2个月了。我是昆明经开区大洛方舟烂尾楼的业主，父亲两个从农村来昆明打拼，用了毕生的积蓄买了这个烂尾楼。很多业主无家可归，他们已经住在烂尾楼里面了，没有电也没有水，只有每天像这样抬上去，没办法，要吃你们就吃这个，
是啊，没办法，又没有水，又没有电的。养老金、那个退休金，还有我老人家老家里面老人的钱都打进来了，但现在这个房子烂尾了。现在要尽快复工才行哦啊。还去抬水？没水，现在是刚才是去充电，嗯。水也没有，电也没有。嗯，早上煮萝卜。难道我一个下岗工人的一辈子的血汗钱就这样打水漂了吗？刹车坏了，刹车坏了吧？刹车坏了，刹车系统坏了。这下来冲这儿了吧？你第一冲了，你第一冲了，我走，我走，麻烦，就安着，我给你撂了。多看看啊！走，你别把这个第一份给我撂了，就把它当成啥？我下来撂，我下来撂，第一份你给我说，第一份说不你第一份给我撂了吗？你第一份不撂了？我说第一份说不着，我说的，第一份说不着，我下来撂了，撂了，下来你从这儿，你第一份给我抢到一份，第一份抢到一份，你拿这份弄走，第一份抢到一份。我拿陆地油，我们拿油，拿陆地油，这玩意儿给你亮了。你刚才亮了吗？我现在亮了吧？你现在亮，我现在炒这一个。我拿车，我拉走。我拉走。再见，再见。这走哪一个？这玩意儿给你亮了，别的说不着。我现在亮亮亮亮。我现在炒这一个。今天鲁园大会的第一天啊，老爷这一板砖拍出来的结果就是两边都要摆了啊，要不然原来只是在画框的位置里边摆，就原来的地方可以摆的地方现在又都可以摆了，这是一板砖拍出来的结果，也没人管了，也没人问了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